时间喷出点燃火花闪烁，你的情绪无需说出口，无论是泪水还是我，请安心交付于我，再次回到梦境，阳光透过树叶会发现出已经熟悉的剧情，是相遇的声音，无限的可能性，请让我朝着你所在之地光速飞行。时间喷出点燃火花闪烁，你的情绪无需说出口，无论是泪水还是我，请安心交付于我，再次回到梦境，阳光透过树叶会发现出已经熟悉的剧情，是相遇的声音，无限的可能性，请让我朝着你所在之地光速飞行。当然可以了，是啊，可以随时约出来玩。小绿同学，你好，真的很抱歉，这时候约你。可是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仰慕你很久了。今天是毕业典礼，这份心意如果再不告诉你，就晚了。我在很久以前就一直注意你。每天，你在领操台带操的时候，我都目不转睛地看着。为了你，我每天在家里练一小时广播操，只为了能更接近你。老师在班上经常夸奖你的数学成绩很好，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向你靠近。我努力，天天认真地找数学参考书，到今天为止，我已经做完了35套数学参考书了。上周年级的公开课，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这些努力真的都没有白费。我们之间的距离确确实实的像在拉近。我从朋友那里得知你的生日是4月1日愚人节，于是我查明并且背出了你的守护石、生日花和今年全年的星座运势。还有上个月我得知你要去参加市里的数学竞赛的时候，我在家默默地为你祝福祈祷了一整晚。我每天都在刷你的微博、微信和签名状态，为了不打扰到你，我从来都没有留言过。我喜欢你的一年多以来，每天为你折一颗幸运星，今天正好520颗，所以这代表了我对你至死不渝的感情，请你收下。谢谢啊，可是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你。你说话居然有口音！我最讨厌说方言的人了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
的末日到了。啊，你好。嘿，魔王，我可是96级的骑士，乖乖受死吧。96级？是的，快100级了，怎么想都能打赢你了吧？我410级。什么？等级上限是1000啊？打不过，我会重来再练练。哦，等一下。嗯。你要出去是吗？那我有一事相求。嗯，不可以，身为骑士团团长，我不能答应恶魔的。你能让我跟着你走出魔王城吗？啊？你从来没出去过魔王城？嗯，因为我方向感很差，不太认路。这，我最初的记忆就是我自己坐在这个王座上，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好可怕，不要吃我。我从没亲眼见过外面的世界，一直是一个人待在这儿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决定试着出去看看。好，好惨。那你后来？后来，不知为何魔王城修得这么复杂，简直复杂的毫不实用。每次我试着往外走，都会迷路，最后只能原路折返。这个大概是因为一种叫游戏性的东西。魔王城是整个游戏的最后一个地图，所以路线也是最复杂的。你出不去也是情有可原。总之，谢谢你带路，第7骑士团团长。你自己主动跟来的，我又打不过你。你可以试试啊。嗯，不要。461。其实我也试过用基本的走迷宫的小窍门来走出魔王城。那是始终贴左墙走，或者贴右墙也行。哦，确实有这种方法，但这个方法也有很大的问题，在遇到出口在环形路内侧的地图就没办法了，会怎么也找不到门。喂，你都路过门了，好歹离开墙壁走过去看看的。不可以，做事要有原则，说走左边就走左边。快带路。这么说起来，有件事在我来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，现在倒是懂了。嗯，什么事啊？我在接近魔王城的核心部分时，发现路边所有的宝箱都空了，按理说里面应该有极品装备。不但如此，那边所有隐藏机关和陷阱都已经被触发过了，路上也没有遇到任何敌人。是的，是我，因为贴墙走，所以所有机关都被我触发了。你好歹看看路啊！魔物也是我打掉的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遇到他们会强制进入战斗。我还从宝箱里拿光了所有顶级装备和升级药水。你怪你我等级差那么多！你这个混蛋，把经验值和装备还给我呀！来呀、啊，你打倒我呀、啊，我就会把这些装备全部丢到地上。打不过，那你还不快带路？真的了。大家都拿到考卷了吧？
到分数了吧？回去让家长签名、盖章，写一句评语，明天给我交上来。下课。这成绩回去一定会被老师的。你考了多少？我得了 C。 你多少？ H。 回去往深交把严风光教学了，千古考场兴旺多，悠悠见长江滚滚流。多桑卡桑小慧、小文、小黄，一声再见了。小兰，你这么淡定，难道你及格了？我考了 B， 你呢？C。 那你还有脸活着？小绿，看你很高兴，你考了多少分？我得了 A。 哇，好厉害，那得是年级前几名了吧？不。为什么 A 不是满分吗？不是啊。你别忘了A 上面还有 A 加， A 加上面还有 R， 也就是 Rare。 R 上面还有 SR， Super Rare。 Super Rare。 还有啊，受最近流行趋势的影响， SR 也不是最高分了，上面又新增了 UR 这个等级， Ultra Rare。 Ultra Rare 什么鬼呀？说起来，进来的 UR 的人也太多，所以又分为了用不同颜色的笔写成了 UR。 不同颜色？难道他们是葫芦娃吗？可是这就是现在的考试评分制度。爷爷知道这个事情会生气的。用绿色笔写的 UR 比较差。绿色火娃，蓝色的 UR 好一些。蓝色水娃，紫色的 UR 更好，橙色的 UR 才是满分的。还有个更神奇的，叫 SS。 对了，小兰，你考了多少？人币呀、我讨厌葫芦兄弟。都加油吧。两位，这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才是。有句话我已经忍了很久了，今天我忍无可忍了。是不是神经病啊？老跟我对着干，我招你惹你了？这位客人，不要吵架，这里。我也有句话忍很久了，今天我也忍无可忍了。我喜欢你啊。是吗？切。熙熙攘攘人流在每一个街头，沉默低头刷新的信息流，钢铁丛林之中闪光的摩天楼，突然回首在那扇门口。旋转，找到一扇门，没打开就抵达彼岸。
黑板深了，这心情都等待完善，偏头痛起床轻，夏天家你就变得一包依然。包括鸡蛋的手机铃，画面途中的冰淇淋，下班路上的多少云，空着却已经远去，时间崩坏的每一天，时间稳定的在向前，透过气泡向你磨练，这是意外还是细节，我让人流在每一个街头，沉默低头刷新的信息流，当初丛林之中相逢的摩天楼，突然回首在那扇门口，星星让人流在每一个街头，沉默低头刷新的信息流，跟着屏幕为了所有魔力少年思念的心发愁。